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透星期五，依然要感谢大家的参与，因为88通热线依然是满线的状态。接下来继续要请上美丽的黑玫瑰为大家抽取这一轮的幸运号码。来，首先我们把88个号球来充分的旋转，这样的话谁都会有机会。现在在线上的每位朋友都应该很期待，我们来请上黑玫瑰。好，黑玫瑰抽到的是44号线，非常非常的恭喜44号线上的这位朋友，你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在最后一轮竞猜当中，你的这通热线被黑玫瑰所抽中了。如果你预测的结果和最后的结果相一致的话，那你将可以一人独得1万元的奖金。来连线一下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你好，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我是那个扬州的。扬州的朋友，感谢你在扬州每周五的晚上9点钟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你的选择是 B， 那希望守在电视机前，马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答案哦。我们同时来看一下，88通电话当中有51通选择了 A， 有37通选择了 B， 究竟这位男演员是在 A 屏风后面还是在 B 屏风的后面？音乐再次响起，答案马上揭晓。这个我觉得两位这个妆化的都太浓，我也没太敢分得清楚究竟哪位是男生。我是男生吧？你真的是男生啊？是啊。啊，你这个眼影画的好清朝啊。对，所以是你是在 A 屏风后面，对不对？没错，没错。OK， 所以呢，恭喜所有选 A 的51位朋友可以平分我们的1万元奖金，来，恭喜各位。好了，此时此刻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谁先来？啊，女士优先吧，女士优先。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我是表演系11级的学生，我叫龚文君。好，边上这位。旁边这个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男闺蜜。哦，男闺蜜是你男朋友呢？啊，是男闺蜜。是的，不是。哎呀，好朋友，来也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来来来 ，Hello， 大家好，我同样是来自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11级表演系的马腾。好，马腾。还有，我也是江苏人哦。你也是江苏人啊？老乡。是的。哪里人？泰兴的。哦，泰兴的，离南京也很近哈。是。二位这次来参加我们节目哈，为什么他会成为你们的男闺蜜？要成为闺蜜都有什么样的要求啊？因为马腾是个比较阳光开朗的男生，所以不仅是我喜欢跟他聊聊天呐、然后我们班上大部分女生吧，都喜欢和他玩。就是男闺蜜，就是说明他人缘特别的好，对，而且呢这个特别的友善哈，是喜欢帮助人，对不对？好的，你们这个是黄梅戏艺术学校是吗？有哪些著名的校友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很多呀，很多啊，比如说，田海荣，还有
最近比较热播的那个《甄嬛传》里面的沈眉庄，都是我们学校的。还有去年那个杂技的《冰与火》，两个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也你们学校毕业，当然还有一位很著名的校友嘛，比如像马腾，还有马腾的同班同学，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传统的这个民族艺术门类需要有这么多年轻的热爱艺术和戏曲的年轻人们共同的投身其中，才能让我们的这些戏曲艺术更加能够发扬光大，对不对？是的。而且我知道两位虽然学的是这个传统艺术，我们这位美女哈，不但是这个黄梅戏唱好，还会这个很国际范儿的这个一些表演艺术形式，也很在行，对不对？是的，以前学过。以前学过，学过什么？国标，国标，哎呀，来来来，我们看穿着女驸马的衣服来一段国标，我们看看感觉怎么样？这个厉害了，这个今天由于今天穿了高底不是很方便，我就摆几个动作行吗？摆几个动作就好了，就好了。来，看一看，来，帅气！哎呦，男闺蜜，这个男闺蜜要来了，马腾一起合作，一起来。啊，没事，来。哎呦，漂亮！这个不要甩头吗？头甩一甩，那个两个辫子就比较。再来一个。好，不要为难他们了。这样的造型哦，只有在我们的舞台上才能看得到啊。好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我相信啊，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会为黄梅戏的这个艺术所这个吸引。当然了，现在呢，我们还让他们卖个关子啊，暂时还有很精彩的才艺，我们暂时先不演出，好吧？我们这个接下来，马腾是我们的江苏人啊，是的。好，要不要今天这个从安徽学戏归来，要不要通过我们乐透星期五的镜头跟，家乡的家人打个招呼？好，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来，等一下，你用标准的国语讲的，这个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觉得一点都不亲切。来，用当地的语言跟他们打个招呼。泰兴话啊，泰兴话啊。别难为情嘛，男闺蜜。不是，他有点串，到底是普通话、黄梅戏还是泰兴话？来啊，贴身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别上火。有没有祝愿？简单啊。切身的一年日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万事如意，好，听懂了，学会了，又学了一门外语。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另外一位语言天才啊，王凯，有请啊。好了，如果不是广电总局说要求主持人不能说方言，我真用青岛话给大家来拜个年了啊，还开玩笑。好了，不多说了，来，咱们来说一说吧，刚刚那段黄梅戏的装扮，女驸马装扮，来段拉丁舞，有没有顿时感觉说毁三观的感觉？希望没有说对这样的中西合璧不能够乱来，这个乱搭配，好吧？当然了，也是说明我们两位演员非常的厉害，对吧？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句话也不只是用在人身上，用在动物身上也非常合适。我们来看看小动物们的精湛演技。好了，随着我们四轮 PK 全部结束，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奉献出我们今天的奖品了。最后一轮的奖品，首先要恭喜微信平台当中刚刚这轮选择了 A 的这位叫做 Miss C 的朋友啊，男女我不知道，我也没法猜了啊。总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游艇取暖器。当然了，在这边还要恭喜我们在微博平台以及乐享电视平台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们，你们的中奖名单在这儿了啊，仔细看一看，或许就有您啊。再来告诉大家，你喜欢的那位最美接线员，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赶快把他的编号告诉我们，下一期就将公布答案。当然我们还是要来呼吁一下社会上以及全国的能人能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报名热线再次强调一下是0258543-2188，0258543-2188，我们等着您的加盟。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透星期五，今天的四
四轮竞猜已经结束了，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的收获满满，有的捶胸顿足，因为电话没有打进来。是，我们要告诉所有中奖的朋友呢，你们要来看清楚自己的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业的派奖电话来与您联系，把奖金送到您的身边。是的，同样呢，在本周节目当中，有非常精彩演出的 Jack 啊，就是我们那只很可爱的五岁的小星星 Jack， 在下周呢依旧会做客我们乐透星期五的舞台。那么下一周他要比拼的是他另外一个强项，是俯卧撑。对，下周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比拼啊！哦，瞪眼大家都会，对不对？你看我现在都没有眨眼啊！但是在下周当中，我们会请来奥运礼仪小姐和我们的神枪手美女，他们来比比看，看谁瞪眼的时间更长一些。哎，不行。曹阳，我觉得你应该也参加一下，我觉得瞪得很不错啊。好的，同样呢，我们要再次呼吁一下各位，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五晚的9点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再次重温我们的热线02568169188，记得准时拨打。好了，最后的时间留给我们这位黄梅戏的这对好搭档啊，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祝愿电视机前的各位今晚有个好梦。好的，各位，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我跳